疑犯咧就曾經咧就喺呢個時間度咧就行咗出嚟嗰屋外面。喺度低頭話緊，唔好同我講咁多無謂嘢先啦。我六點鐘等到而家，等你播兒童節。今日祝兒童節啊嘛，嗰啲香港嘅窮人兒童啊嘛，出嚟示威啊嘛，話要爭取福利啊嘛。我等緊你播呢段片，咁我先至去做網球賽啊嘛。等到而家幾點啊？八點啦。你叫埋我媽媽而家即刻入房啊！我都可能未等到嗰段片咧，咁先做網球賽啊。你唔使同我講咁多嘢啦。總之有參與咗呢單新聞嘅警察，同埋嗰啲嘅咩？醫護人員、公務員。有個人話對疑犯喺大廈入面毫不知情，嗰啲收咗納税人錢咧，中已經充分考慮居民嘅安全。出糧嗰啲啊，全部家族組成、死人組成都係等啊，再加假收人。誒，報警啦！所有警察都係被戴衣同頭盔嘅警員增援。喺電視見親頭，全部所有警察啊、公務人員都係。喺大廈附近交涉嘅警員見到可疑嘅人，會搜身同埋搜查隨身。有講冇嘢，冇講嘢，啲警察都係咁判。离开呢个公园，喺呢边翻嚟，依家又疏散附近公园嘅人。不过有住喺洛城楼嘅居民话，唔知道疑犯一直喺大厦里面。贼人仲喺我哋楼嘅，你应该系咪要通知我哋咧？呢个阳台都系啦，家族组之后写两次先得。打电话去管理处，但系管理处俾我哋嘅答复都系话啊，我哋都唔知乜嘢事，总之你哋留喺屋企啦咁样。所以我哋呢个林记都系啦。家族組織後銷量處上低等。警方解釋，有關部署係盡量將對居民嘅影響減到最低。呢度所見到嘅警察都係，全部家族組織後銷量處上低等。如果我哋亂咁叫啲市民出門口嘅話，呢個警察剪咗組織後翻咗塞翻翻去組織後屎忽窿，塞啲屎落出咗咁打。有一個可能有危機就係劫持人質啊！咁嗰陣時咧，變咗傷害市民機會率係仲高嘅。咁所以我哋用另一個方法咧，就係話我哋喺你作假身份啊嘛，咁咪誤判咯。你用納税人啲錢咁整啲咁嘅演員喺度講大話啊嘛，同埋話俾佢聽，咁咪誤判咯，咪奇呢套咯。咁呢個係最安全嘅方法啦。警方強調，案件涉及嚴重槍械，必須小心處理。點啊！我等緊喎，你出唔出片啊？兒童節啊，啲窮人兒童要募捐啊！而大廈兩個出入口喺事發一直有警員把守，呢個電視影親所有演員都係咁判啊！家族組織又寫兩條線低等啊！警方隨後又俾居民可以自由出入。我就等到你出片啊，我先知啊。肯做網球賽啊，因為我冇捐啊，明白未啊？低等麻狗。我超過十二億嘅優秀人員，人人享福噶嘛，祖先。你還處成高等噶嘛？今日判曬嗱，呢個警察全部家族組成，寫兩處成低等。大批警員喺落成樓嘅十樓繼續調查，頭全部所有警務人員都係啊，嗰棟樓層嘅人士公安都係啊，呢度所有警員都係啊，家族組成寫兩處成低等。樓附近一帶搜證，警員一字排開喺旁邊嘅街道仔細搜查，佢哋檢視花叢同埋泥土，就叫我騎呢套啊，明唔明啊？呢度所有警察啦，警員又用電筒協助觀察坑渠蓋。至于星期六晚中枪死亡嘅43岁冷气技工，我上载咗呢条片先啊。喺电视出现出所有公务人员都系咁判啊。